各位蜜粉们，大家好！随着每一只不断的成长与进步，我们也迎来了几位新的伙伴，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出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美一动之动的吉特。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运动知识，就不妨跟着我一起来跟着美一动之动一起活动筋骨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夏蜜会的夏夏。当你喝咖啡、吃便当，不知道要看什么的时候，夏蜜会就是你能够装知性又能够学习生活知识的好选择哦。欢迎吉特和夏夏。那在未来，我们也将推出更多精彩有趣的单元，敬请大家期待每一支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哦。哎，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每一支已经突破万人订阅了。哇哦，每一支的订阅人数真的已经来到五位数了耶！这都是多亏了蜜粉们的相挺，每一支才可以走到今天。真的，在这一路走来，也很感谢大家的努力。那我们在未来也会努力呈现更多更好的作品给大家哦。各位如果对每一支有任何的建议，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主题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别忘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三个步骤点起来，也要将每一支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。每一支非常感谢各位蜜粉们的支持，我们会不断进步，继续朝下一个里程碑迈进哦。谢谢大家。哦，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不要下，上。再一次，这边快好了。真的，这一路走来，我们很感谢大家的鼓励。那未来我们也将呈现更多。对不起，好像不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想要自己。真的，这一路走来，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。我们也将努力呈现更多的作品。再一次，这边快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二三。好了好了。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这样的拳，再可以吗？